新唐诗安尼讲，言善非难啊，行之难啊。即款就是咧讲爱实行，啥货爱啊，毋是干嘴讲，爱去实行，实修努力用功。讲若要讲好代志，大家都只好讲，讲是真容易，要实行咧难。讲哦，念阿弥陀佛解好诶，往生哦，大家嘛会晓讲，都差毋念啊。讲坐禅吼，会开悟啊。会晓讲啊，都毋参禅闹好，所以行之难啊。荀子就安讲：学之以行，而之矣。不管学啥物学问，读册啦，还是修行、学佛法，学毋是干呐？安尼捌食济就好呢，伊安尼空谈无效，爱实行，学了照所学去实行。安那是达到目的，智就是达到目的啊。地道论就安讲，佛法贵行不贵不行啊，但能勤行，向寡闻亦先入道。讲佛法是真重这个实行哦，唔是讲啊看东伊捌食济招讲迄无效哈，不贵不行，无贵重遐。一个人只要会当照佛法所讲的实修实行，精进用功呢。纵然伊吼佛法捌无遮济，敢捌两三句，伊照迄两三句去修行哦，相共比别人较早成道悟道。遐捌遮济，毋修袂当悟道。楞严经就安讲：虽道闻，若不修行啊，亦不闻定啊。如人说是将不能罢。讲一个人准做伊捌佛法，捌遮济，看遮济吼。啊，但是吼，若毋去实修，毋照所捌来去实行实修吼，含迄个毋捌的相共啊。你捌遮济无，我袂得力；遐毋捌的袂当得到佛法利益。捌遮济毋去实行，我袂当得到利益，平等相共啊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呢？迄块像一个人吼，敢当遐讲啥话？哦，万汉大餐安怎煮食好食啦？啊，讲到流喙齿烂，啊，都一块也无食到。巴肚我袂饱哈，回到经安讲，若勤则进，则事无难者。譬如小水相流，则能串泄啊。一个人若努力去实行精进修行啊，有恒心继续修吼，无许代志袂成功啊啦，一定会成功。就像啥，像迄个洗点水，像迄山洞的水，一滴一滴洗啊滴啊吼，滴一个久吼。含石头都有空。几啊年前，开政法师带阮去澳洲纽西兰，啊，迄山坑啊内吼，迄石头拢迄个水吼，冲到一个空拢遮大遮大安尼，看得足奇怪。迄就是水会乌石头，会撞石头，你看嘛。咱修行来用功就是安尼啊。四十二章经就安尼讲。沙门学道啊，应当坚持其心啊，精进勇锐，破烦恼恶，摧伏四魔，出阴界角啊。沙门就是出家人，翻译或者勤修，就是讲出家勤修戒定慧，啊心内熄灭贪嗔痴，所以叫沙门。讲出家弟子呢，来修学佛道，爱坚持迄个道心爱。坚固，啊！而且爱精进用功，精进啊，做勇猛精进，爱像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剑，迄、那个刀啊，食来，迄、那个枪吼，食来做锐啦，啊，向前冲啊！迄无一个冲劲，袂精进，啊，你就当破你心内遐烦恼罪恶，而且会降服四款魔。所谓四款魔，就是魔，就是会障碍咱成道。将来咱修道，拢个做魔障。四款魔：第一，心内烦恼魔；第二，烦恼的将来咱修道；第二，我问魔，咱这个身心吼，啊，加一业障哦，化解要修行啊，就破病啊，啊，就障碍啊。第三，死魔，修行道还未修成咧，我死期到啊，未当修啊，这死魔。我啊，天魔，天魔就是外口的魔。迄个叫做，自在天魔啦，
摩西所得天含自在天魔，拢障碍修道的人。伊看到人要修道，要跳出三界，跳出伊的魔掌，伊就来给障碍。像释迦牟尼要成道以前，派魔君魔力来给扰乱啊，叫做天魔啊，就会当含五四款魔，跳出咧五阴十八界的感觉。寒山大师就安尼讲：学道容易啊，悟道难。不下功夫总是闲，灵性不行空费力啦，空空轮刷也多然。讲要来修学佛道，大家都真容易修，就是要实修，修到去实证悟道呢，是较难啊。所以修行唔是干呐安尼讲，一个形式好看，爱真正下功夫，用苦心精进去修。若唔下功夫去修呢，总是闲。即闲的意思就是白费功夫啦，啊，空度日子啦，啊。一个人真正对佛法有信心，若唔去实行呢，空费力啦，白费功夫啦，空空轮刷也多然。真正你食捌，捌食侪招，讲予人听，口才真好，我多然无功，啊。地道论就安讲，佛法大海，以信为能入。拄仔讲爱信心，唔通安尼，哎，信一日啊二十日，爱信才会当。讲佛法大海，佛法像一个大海，内底有珍珠珊瑚，要安怎入要得到呢？就是爱有信心才会当入大海，得到遐珊瑚宝珠啊。华严经安讲，身为道源功德母啊。中央一切诸善根，这个、信心哦，就是修到行善修功德的母亲。若无信心哦，无可能去修功德，修善行。所以，这个、信心的中央会生咱的一切善行根本。善根就是迄个叫做善行啦，哈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年，转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的佛经足深。所以法官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1本。每一本翻译好，拢印归原本，全台湾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结连。啊，若是在家居士、师系作员都寄开。到即卖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定写批来甲讨。伊即卖西雅一个林居士，呾由迄个郑振峰教授介绍来甲讨100几本。讨砖头，讲伊卖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啦，讲要放予全世界拢收会到哈。伊讲即马古文拢看无，花交界拢敢捌白话啊。啊，咱遮若有一点仔收入吼，都拢印经送无咧卖，啊，佮救济急难，佮收几啊高字，佮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招收一挂男将女将想要出家。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而生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者，因为伫电视讲演集出版这电视讲演集教本啊，各位若有需要，煞敲电话来本市。咱遮头前店就是镜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知府郑公子由南海普陀山请来，真请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遮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严古刹新桥方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方寺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
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二等，培育未来风范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，户名：新超风师，电话：0763122291。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佛法不离世间法，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利乐无形有形众生共沾法益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！我了解有真济菩萨常常在咧看生命电视台，但是各位会记得，咱生命电视台逐天咧办，就要开真济钱，但是这是有价值的。但是啊，菩萨会记得。爱常常扶持生命电视台，做生命电视台后台功德主，一年10000块，乃至一个月100块，拢无要紧，让生命电视台一直充实，按照一直有法度去弘扬佛法，咱嘛法度参加这个功德，万人共造善恶因，每人皆得善恶果，咱大家拢随喜这个大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护买，1996。五二三二，1996，5232，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。台湾防疫超前部署，降低武汉肺炎境外移入及社区感染风险。只要跟着政府的步伐，我们有信心战胜疫情。透过防疫超前部署，强化疫情监视，并加强边境管制，让大家有安全的家园。为了确保防疫资源充足，同时强化医疗准备与充实防疫物资，并且落实社区防疫，加强高风险对象追踪管理，更密切监控假讯息传播，加强民众沟通，降低恐慌。防疫政策需要大家的支持，团结守护家园的健康。也谢谢每一位共体时间与政府共同防疫的国人。神遍阅的殊胜功德，神遍阅是本师释迦牟尼佛降伏外道流失，显扬佛法圣教的殊妙吉祥佳日。据佛经记载，神遍阅时，无论是造作善业或恶业，其功德过失都会增为10万倍。若在审辩月期间精勤行善，如斋戒、礼佛、供灯、护身、布施、诵经等，精进修行，可借此机会迅猛地消除宿业，培植福报资粮。西藏佛教部分派别均特别重视在审辩月期间奉善止恶，随力依圣语义三门而广行善业。若能共同修持各种善业，其功德福报更加不可思议，因为所有参与共修者均可同时获得共修的全部利益。因此很多寺院都会特别于审辩月举办盛大的法会。神秘